钻石棕榈风柚二代登场了哦，我们今天要拍效果片哦，直接给观众朋友看哦，一刀未剪哦，一镜到底，直接哦，给大家看看效果。那我们今天采用两部车哦，一部车是深色车哦，一部车呢是浅色车。这个目前蜡全部洗掉了哦，两台车都是没有蜡的哦，全部都是含水的哦，含水性都100%。那一部车呢，我们做干上，一部车我们做湿上哦，很简单哦。深色车呢，大家都怕会有油影的问题哦，我们先把深色车哦的水擦干。那很简单，蜡罐打开，海绵对蜡沾满哦，沾满。沾满哦，转哦，这样子沾满可以打一部大车，记得不要再问了，就是沾满可以打一部大车，钻石棕榈风柚哦。那使用方式很简单，一样，例如引擎盖周围先走一次，直的抹完，横的再抹一次，十字交错哦，不需要出力哦，因为已经把它做到最小的分子了，立即可以马上吸收。直的一次，横的一次，这样就可以了哦。均匀的把它摸开来，抹开来。那像黑色的机车内装那种黑色塑胶哦，记得那个塑胶就不要用，因为有毛细孔哦，你无法下蜡，会造成白化。那这部车我们现在采用干上哦，刚刚白车我们用湿上，一样十字交错哦，这样子，直的、横的，均匀涂满就可以了哦。那因为这台白色车哦，我们待会要放火烧哦，所以我们大灯跟前保杆哦，稍微都给它涂一下，这样即可哦，这样即可。等待五分钟哦，立即下蜡。等待五分钟，立即就可以下蜡。那再来，每一套都有附这个800克重的双面的蜡布哦。那为什么要双面？黄色面、浅色面就是上。车子的上半部，下半部就用灰色的来做下蜡，好。那下蜡的方式一样哦，一样哦。我们先从这部湿上的开始哦，就这样轻轻松松把蜡擦下来。那很多客人会问说，好不好下蜡哦？好不好下蜡？我待会下蜡给朋友看哦。因为这台浅色车的你看不出来，待会深色车的我用卫生纸下蜡哦。这样子均匀的把它抛亮就好了，均匀的把它抛亮就好了。哦，就像这样，均匀把它抛亮就可以了哦。那现在换深色车哦。看哦。这上面是满满的蜡哦，压下去，蜡嘞，蜡下来了，再让你看一次哦，蜡下来，就是这么简单哦，这么 easy 哦，你不需要很费力的上下蜡哦。来，这个是卫生纸哦，卫生纸哦，我们把卫生纸撕掉哦，卫生纸也可以下蜡。有没有黏住？有没有看到？连卫生纸也可以下蜡，这是钻石棕榈那个风柚哦，二代它的特性哦，更好下蜡，然后更持久、更光滑、更光亮，然后更泼水哦。有没有看到？卫生纸都可以下蜡了。一般的汽车蜡，你只要用卫生纸一上去就黏住了，你拖也拖不动。所以说呢，就是这么简单哦，轻轻松松就可以完成下蜡动作。那再来你会看到什么？你会看到它的光亮度哦。来，摄影机帮我看一下哦，它的反馈效果、镜面效果，房子啊、哦，就是这么清楚哦。黑色深色车的镜面效果，然后再来我们再看浅色车的镜面效果。
哇，连天空哦，房子看得一清二楚哦。现在的棕榈枫油二代哦，它的内料已经没有办法再上去了，相信我，已经没有办法再上去了。现在目前市售的棕榈油里面，我们已经用到最顶级，已经用到最好了，所以你不用再问说有没有再更好的蜡，没有了，就是这个，最好就是这个。再来，我们来测试什么？它的光滑度哦，光滑度，这是打火机啊，这是香烟啊，是脏啊，哦。滑度哦，一定会很滑很滑，有没有看到？要碰到水了，哦，就是会这么滑哦，就是会这么的光滑哦。也就是说，你在行车的时候弹到石头哦，它不会直接荡下去就是石头洞哦，不会直接荡下去就是石头洞，它有一个防护的效果，它的防护效果比一代来得更强哦。那持久性呢？持久性当然也会更好哦。那再来我们白色测试。我们来试哦，来试什么？来试它的这个耐高温哦，耐高温的实验哦。打火机哦，点下去哦，哦，现在烧起来了。现在白天哦，看不到火，白天看不到火，再烧一次。哦，火烧起来了。啊，烧起来了，烧起来了。哦，这个是要测什么？耐高温的实验。耐高温实验为什么要测耐高温的实验？烧完之后，你来看一下车漆哦，完全没有那种黑灰色效果，也就是火烧到的那个效果，完全不会哦。因为你的防护层已经在了，所以说基本上你就有一些耐高温哦。还有比如说冷气水啊、鸟屎啊，只要一沾到咧，你对水一擦，就立即可以把它马上把它冲下来。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它的泼水性哦、喔。这一边呢是完全含水的哦、喔。我们先用软水哦、喔、试给大家看哦、喔。软水。让你们看一下它的防泼水效果。来，你看一下这边，哦，这边看不清楚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换深色车，它的防泼水效果会比一代还要来得更强哦。有没有看到？这边是没有做的哦。这边是有做的，有看到吗？防泼水效果就是更好哦。这个水流下来像闪电一样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像蝌蚪一样，闪电一样。那再来，我再让观众朋友看一下更神奇的东西哦。这个引擎盖是斜的哦，引擎盖是斜的哦，水珠会粒粒分明哦。用手指头可以将水逆着拉上去哦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水珠跟着你的手指头走，有看到吗？往上拉，往上拉，积到一个程度，你手放掉，它就滑掉了。好，来，再一次，水珠拉着往上拉，往上拉，往上拉，来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来，再回去。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效果就是会更好哦。这是二代钻石棕榈枫柚哦，它的特性哦，它的持久性会更好，亮泽度会更好哦，然后也会更持久哦。那再来，我们再做一些比较猛爆一点的实验哦。浅色车呢，我们现在将广告原料做下去。你有没有看到？看不清楚，再来一次。刚刚有做的，有没有看到？这边是没做的，这边是没做的，整个是含住的。
看得清楚吗？看不清楚是不是？看不清楚，我们再来一次哦。你遇到爆炸性的雨哦，你不用怕哦，完全不需要怕哦。它的效果就是更好哦。我看到，然后呢，车子脏了，你就是去洗车，不用怕哦。一冲就干净，车子一冲就是干净的，效果就是这么好哦。